本季在主场威风八面的陈伟英，今天对上国联东区第一的勇士。陈伟英不但状况十分理想，而且斗志高昂，尾劲十足的偏高速球让勇士打者频频挥空。Struck out, Dansby Swanson。陈伟英不止速球有威力，各式变化球也接连出笼，尤其是刁钻的滑球，也让英仔的三振开始量产。Got him. Off speed pitch and Camargo way out front.不过陈伟英在五局上半面对 Acuna 和 Freeman 都是在满球数之后投出保送，让自己面临危机，但关键时刻陈伟英就是能用三振全身而退。 Chen strikes him out。 陈伟英今天用109球投满六局，只被打出六支安打，没有失分，投出两位数的14三振，是他本季单场最多的三振。 Swung on and missed, side is retiredChen now with 10 strikeouts. 前五局几乎没有攻势的马林鱼，六局下靠的 Ortega 的三垒安打，外加 Remuto 的高飞球突破鸭蛋。Remuto swings at the first pitch, skies it to center. This is going to easily bring in the game's first run. 七局下半 ，Brian Anderson 代打，再轰出石破天惊的全垒打，让马林鱼再添保险分。Slugged deep to left field. This is got a chance.马林鱼中场就以3-1击败勇士，拿下二连胜。陈伟英漂亮拿下本季第五胜，防御率也从赛前的5.20下降到4.91。明星新闻王瑞宇、许晨综合报道。